呢種感覺真係完完全全就等同於一個人生嘅體驗一樣，真係好好驚擊滿堂，真係好，即係好似話俾大家聽，即係人生就係咁噶啦。每當跌咗，又會有機會，只要努力會上翻嚟。但當你努力嘅話，都有機會要令你再落翻嚟，係啦。但係你只要繼續憑著你嘅堅持嘅話，最終你都會可以克服，再上翻山嘅，係啦。所以行呢條路線，好有我人生嘅體驗同埋個感受。希望各位觀眾啦，咁如果聽到我呢番當係廢話咁樣嘅話咧，希望都繼續支持我個頻道啊，好唔好？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嗱，首先好高兴啊，嚟咗一个好新鲜嘅开场白啦。嗱，首先先欢迎啊各位观众啊，翻嚟我个频道啊，我系 J Project 史提夫啊。
个太阳几靓，继续叫我哋坚持啊，唔好放弃啊！